年麦子种田，梦梦子种年。大家好，爱去成都客家人阿雄。之前有好多人讲给爱拍个视频的吧，我们讲客家话。俺想讲个就是，俺之前发给每个视频的吧，都讲你客家话的哈。你的五星的话，可以去翻出来仔细的看一下。还有一些部分人，今天讲给俺讲给客家话一点的疼痛。俺想问一下你的，俺讲给两个客家话，你的真的一点的疼痛吗？我当个老黑有一部分人，对俺的客家人的节奏。所以我希望俺的看视频评论区的时间，希望大家把按住擦亮的字，马上我带节奏了。俺的只要讲给黑客家话，客家人基本上都听得出来。阿雄黑因为之前配两个客家话的字幕实在是太少按住了，所以没得办法，一段时间必须用普通话来代替。因为俺的给客家话字幕几次都识别出了，你能看到的短短几分钟。第八个客家话字幕全部的黑矮用手一再这是打出来的，所以做两个客家话视频不比你的想给他们简单。你的如果讲觉得简单的话，你的可以亲手搞一下嘛，只有你的膝盖搞一过去你才晓得哈。接下来俺们回归主题，怎么你阿雄主要是带大家来洛带古镇看一下。两次是洛带古镇第八个博客流，第八记载有很多俺们客家人的历史了文化，就比如说俺们成都的客家人基本上都会从广东、江西、福建三地方迁过来的，该甚至从高宝迁到成都两年，大家都会同路结伴。俺们客家人我们做那个事情一般的喜欢先看日子，看到那个日子好，然后给你再去做。像该甚至俺们祖先入朝的时间，好多年基本上靠着日子长老的，今天老的时间基本上都走路，条件好的时间就推着改工厂，一般的要走几个月半年左右这样到底的。两只正对面摆个就会让你客家人的神位，演了高高夫妇基本上都有。客家人前期干到地方，现在差全球大概有一亿多客家人了。哦，做好耶，客家人啊，老家哪只个？老家龙川龙源，老龙，龙源，老龙，梅梅人的隔离，阿四哥，两个梅人，叫老龙啊，梅人五花新年都叫梅春阳，阿兄五花的，五花的，太平的，太平的，过来叫我白人啦，离开两百条出钱人，哇，系龙源得，两百条出钱人，阿五花好俊咯，年迈子种田。毛孟子中年，哎，对，讲的是对了，哎，那前三日过来的，哦，过来呢，专门呢，包养的学习，我呢广东啊，给他出海搞这客家文化研究会，就专门呢，我学习你的客家文化，好，学习你的传承客家精神，到第一个说话是，也贵姓啊，哎，姓庄，姓庄，嗯，有老婆，有老婆就姓什？不是老婆，我叶公。叶公，两位看到啊，我是一个双过客家话啊，唐宋音，唐诗宋词最动听。年麦子种田，梦梦子种年，年麦子种山。默默自重伤。哦，你讲到了，你们做客家共，哎呦，普通话共呐，客家话是唐朝宋朝的普通话，没错，所以唐诗宋词嘛，那唱的最好看，没错，所以年迈自重田，默默自重伤，年迈自重行的默默自重伤，哦。我教育我，好嘛？好，张老板，多谢，老张真的好高兴，好高兴，好精神啊！讲讲张老师，那俺们广东珠海市客家老乡用客家话交流沟通完全没问题。你甚至俺们来到洛带古镇地方的广东回广地方了，你在广东回广是俺们客家人修建的。擦亮着广东回广地包，你就能够看到有很多俺们客家的元素，特别两个甜酱。就比如说俺们客家人养老出给户，基本上是家家户户屋下都有甜酱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仔细去回想下嘛，你们屋下养老有没得甜酱？因为阿雄擦成都、擦仪陇、擦农村，
看到两的开港的建筑地包行基本上全部都有天降。两地包全案的落袋古镇的广东飞港啊，之前好多开港朋友就讲的落袋地包游，怎么你阿雄带你们来看一下嘛。啊，两地包古色古香，今后你们有时间了回来来看一下。好事俺们参观完那个广东飞港，然后成都给客家老乡，那俺们广东珠海市给客家老乡坐在那儿一起聊天，然后合影留念。最后到你东走的时间了，俺们朝洛带古镇地堡的新民饭店来了，品尝一下俺们成都当地客家特色菜，穷凉的客家菜，味道吃得真的好。很多外省的朋友看来都没来试过，因为两个客家特色菜只有俺的成都站有。阿雄再次欢迎大家，今后有机会有时间到成都来聊，顺便品尝俺的成都当地的客家特色菜。